马来西亚电台第五台的亲爱的听众们，你们大家好吗？我是白光，这些年来你们对我这样的爱护，我非常的感激，谢谢你们常常都记住我，有的时候还要听听我那些78转的啊老唱片。我希望有机会唱点新的歌给大家听。啊，现在在这里我要多谢诸位亲爱的知音人，感谢你们对我这么好。哎，白姐。啊，您好。您好。啊，那我们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仰慕您，怀念您。谢谢。您就忙着吧，辛苦辛苦了。不会。啊，有机会我会来跟你们见面的，将来有机会啊，唱点新的歌了什么的。很好啊。谢谢您。啊，谢谢您。啊，听众朋友，你们听到啊，我这里很熟，我一直这几十年我都常常来的。嗯啊，嗯嗯嗯，这里当然是好了，因为人口不多嘛。嗯，地方够大嘛。嗯，空气够好嘛。是啊，又有山又有水又有树木。最重要的嘛，对，也有呼吸空间嘛。哎，城市里好玩是好玩了，居住是不太好了，太多太繁华，太多人，空气太污染。嗯嗯，要是做事没办法，只好住在城市里。嗯，那但我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嘛，是就不必住在城市里嘛，住在郊外就比较好。嗯，那本地的生活是比较安乐的了，没有那么压力太大的，没那么大压力了。嗯嗯嗯。繁荣城市或者尤其是那种经济中心呐、很辛苦啊。Hello， 白姐啊，哎，祝您快乐，万事如意 啊！谢谢了，哎，身体安康，啊，一切顺顺利利的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对对对，谢谢您。啊，谢谢您。